12月20号晚，有网友在观看张亮出演的话剧时，偶遇寇静带着天天现身捧场，且天天还登台为爸爸献花。网友表示，虽然没有拍到寇静正脸，但他没有佩戴口罩，从发型和身材上看就是寇静本人，并非新欢。这也给张亮寇静假离婚的猜测再添实锤。此前张亮宣布离婚后，曾空降粉丝群安慰粉丝，称大家不要惊呆，没事的，家庭内部安排，被予以寇静假离婚。近日张亮宣布离婚后，首次在媒体前公开亮相，现身话剧《奋不顾身的爱情》排练现场，头戴黑色鸭舌帽，十分低调，排练起来认真专注，休息之余会跟大家插科打诨，剧组排练气氛融洽。接受群访时，被问及离婚话题时，工作人员立刻上前阻止，而张亮则表示家里事儿家里说。